级汽车。奇思妙想汽车馆。最新款无人机第一次试飞，现在开始。看起来也没什么特别的。哼，你可别小瞧它，它的速度快得像闪电。再快点。你看见它了吗？好像不见了。不好，我的无人机落在了郊外。我们一起去找找吧。好。根据信号显示，无人机就是落在了这儿。这里好像很久都没有人来过了。会不会有危险？我有点害怕。酷宝，你可是超级汽车呀。哦对，我是超级汽车，我怎么能害怕呢？瞧，你的无人机在那儿。哈，找到了。你们是谁？不管是谁，欢迎光临我的汽车修理厂。要不要试试我珍藏的大铲子，或者精巧的螺丝钉？谢谢，我们什么都不需要。我们是来找无人机的。原来你们不是来找我修车的。根本没有人记得我的修理厂。酷宝，刘大哥看起来很难过，我们帮帮他吧。我有一个想法啊，刘大哥，我看你这儿的汽车零件都旧了，不如我们做些改造，把这里变成汽车展览馆吧。汽车展览馆听起来不错。嘿嘿，那就呼叫指挥中心。啊，哥哥，怎么是你？嘿嘿，还有我。开心虎，我们想要改造牛大哥的汽车修理厂。我明白了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成功。超级汽车变身。铁臂挖掘机，酷宝；大力士吊车，阿力；七彩搅拌车，瑞博；超级汽车，出动！朋友们，让我们发挥想象力，一起来改造吧！大铁皮拼一拼，又挡风呀又遮雨，大铁皮挂彩旗，变成小屋真美丽。后视镜像眼睛，擦掉灰尘亮晶晶。后视镜穿新衣，保有巨大万花镜。干得不错，继续加油。小的摆整齐，汽油桶喷颜色，七彩铁皮汽车人，欢迎你来参观奇思妙想汽车馆。好新奇，好喜欢奇思妙想汽车馆。这里
真好玩，我下次还要来。太好了，这里又热闹起来了，超级汽车，谢谢你们。不客气。沙滩演唱会。哦，怎么会这样？太可惜了。啦啦啦啦啦。嗯？啊？发生什么事儿了？唉，大风吹坏了北极熊先生的舞台。北极熊先生，别太难过了，你可以找搅拌车瑞博帮忙，他一定能修好你的舞台。真的吗？嗯，他可是超级汽车哦。至于你的演唱会嘛，明天再开也行呀。来不及了，明天我就要走了。算了算了。什么？北极熊先生要走了？哦，他要离开贝勒小镇。好，不行，我不能让北极熊先生临走前留下遗憾。我要帮帮他，呼叫指挥中心。妮娜，找我们有什么事？啊，说起来真令人难过。北极熊先生真是太可怜了。妮娜，能不能说重点？啊，好的好的。北极熊先生明天就要离开贝勒小镇了，我想帮他修好舞台，举办演唱会。哦，明白了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六声道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跳跳出租车妮娜，七彩搅拌车瑞博，豪华公交车巴斯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嗨，妮娜，听说这里需要一个舞台。没错，时间非常紧迫。别担心，我可是魔术师，舞台说变就变。滚烫滚烫，转啊转啊转啊，沙土沙土，搅拌搅拌搅拌，水泥水泥，变啊变啊变啊，舞台舞台建好了建好了，不错吧？好像还少了点装饰，都在这里呢。星星星星，一串一串发光，花儿花儿，一朵一朵绽放，舞台变漂亮，我们都好喜欢。还没完成呢。座位座位，一个一个摆好，话筒音响还有钢琴吉他，舞台搭建好，演唱会开始吧。我去找北极熊先生。我去把观众们带过来。加油！车门打开，快快坐进来吧，所有观众全部都能装下，坐稳手扶好，哦，我们出发啦。我的演唱会，谢谢大家，谢谢超级汽车们。北极熊先生，明天你就要离开贝勒小镇了，我可真舍不得你。我只是去旅行，过几天就回来了。旅行？看来是我误会了。迷你车大追捕。早上好啊，贝勒虎。嗨，雷克警长，
你是来体验升级的吗？没错。快进来吧。是这里吗？嗯，这次的升级能让你的车身变得更加坚硬。哦。哦，看起来太酷了。雷克警长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来吧。这是怎么了？我好像按错了。为了火，我怎么变得这么小了？雷克警长，真对不起，这次的升级失败了，三个小时后你才能恢复原样。哥哥，快来，我收到了求救信号，快走。大家发生什么事了？贝老虎，我们的珠宝和金币都不见了。你们有人看见小偷吗？我看见了，是一辆很小很小的汽车，它快钻进下水道。怎么会有这样奇怪的车呀？没想到吧，那可是我的新发明迷你车哦。我要偷走所有的珠宝和金币。哼，又是麦特博士在背后捣鬼，我要让他知道偷盗是多么错误的事情。我今天也是迷你警车，贝勒虎，我还需要一些帮手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跳跳出租车迪娜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急速赛车旋风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我还是第一次变得这么小，感觉好奇妙呀。大家做好准备，开始行动，来吧！下水道里好多路呀，迷你车在哪？你走这边，我走那边，分头找一找。目标出现了，站住你别跑，绕了一圈又一圈，好像迷路了。那儿有个开关，看我的，转车轮车呀，左边右边表演，转一转车轮，麻烦姐姐啦。雷达滴滴滴滴，车灯闪闪发光，目标在前方，我来抓住它。引擎轰隆轰隆，看我加速加速，车轮快转动，向前冲冲冲，我是最快的旋风。左边右边堵住，没有退路，快发射大王，把目标困住。太好了，我的珠宝全找到了。哈哈，我的金币也都回来了。又一次完美解决了问题。不对，我认为不太完美，你瞧，我们还没变回去呢。我可不想一直当迷你赛车。现在很完美了。